今天不知道几号，手表上有嘛？来看一下几号。哇，哎，看了吧？11号。好，今天是8月11号，我们烘托内的第6天。啊，行程还是比较顺利的。现在呢，在一个小区这里，很多人在这里休息，我们也在这里休整一下。哎，顺便看一下这附近的风光。来到这里，唯一的感受就是，这里的树啊，真的不要钱一样的。你觉得呢，南一号？水太好喝了。这可是哦，客家西岛。